赖幸德抢头香，在前市长郑文灿陪同下，九号深夜出席桃园大溪关圣帝君诞辰庆典。好，谢谢哦。看到赖幸德，民众疯抢合照，甚至还有从越南来台过暑假的小朋友，就是为了一睹他的风采。祝贺我们国民庆队国庆队官，感谢全国国民党所有小的贵族，今天成功取得成功，加油！加油！感谢咱的蔡总统，大富周董的支持，再带予咱台北大建设、大进步，后摆继续支持，予咱台北每项建设完成，好不好？不让对手转美于前，侯友宜输人不输阵。十号一大早，在主席朱立伦、议长邱毅胜的陪同下，也现身同一间庙欢庆关公诞辰。侯友宜不止扛轿比谁都还行，甚至直接用行动来表达对关公敬意，甚至还首次穿上印有关公印记竞办设计的 polo 衫，要证明自己比郭台铭更具关公精神。大家都是关圣帝君的子弟啊，都要秉持这样忠义的精神啊，诚信为一切的基础，然后一切为大我啊，小我小一点，大我大一点啊，大家都为大局的话啊，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团结胜选。四十几年来，我从基层的刑警，带着我的弟兄在枪林弹雨，面对生死毫无惧怕，团结在一起。这是我几十年不变的信仰。从发布影片传达对关公信仰的虔诚，到直接走进关公庙参拜，关公众然诺的印象刻意针对谁？侯友宜不说失信的是谁，但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记者谢晨、杨仲强、蔡成佑采访报道。